基金会就是我的父亲啦，吼，侯永都先生贵姓廖改伊的这个统一企业股票，个环球水泥股票全部捐献给永都基金会啊，所以讲已经伫这个基金会运作已经20年啦，吼，也当20几冬啊，啊，所以讲对这个弱势、对这个重智障各方面所做的，拢已经是20几冬啊。啊，拄好有这个缘分，吼、哦，还好议员伫地方咧服务，可能时啊，就有急难救助啊啦，需要的人、患病的人，阮都有安尼10万、15000安尼咧管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中是这个官人，对咱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老人方面，吼、哦，这个需要的人，啊，佮有比较有一点，吼、哦，行动不便的这方面，阮特别伫官人一中这个。哦，炮火过来，甲做一个米，啊，佮现金的发放，啊，予咱这个北门的三乡镇，哦，三区，哦，诶，这个老人需要的人，伫这个寒天更加温暖，哦，啊，这个活动我得继续落去，哦，啊，校议员的诶出力，公所的人出力，社会善事，大家出力，我真感谢。啊，每年哦，下一站第二礼拜拜六，就是阮复红的日子。哦，12月第二礼拜拜六仔啊。啊，今仔日天气真好。哦，啊，好，这老人还当出来行行咧。啊，有收到阮的这个救济金，可以对人生更加有希望，更加美满。啊，让伊的心理健康会当继续啊，食饱哩，啊，社会和气，带来社会需要，阮做这运作。我是感觉真有意义，啊，阮会持续增加费用，增加来寄付，啊，咧基金会是会当讲话来是尽咱社会这个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一份子，所应该爱做的。啊，是阮的中心咯、哦，啊，这个侯永都啊，事业这个基金会来发动这冬令救济哦，因为董事长啊，我的董事长侯福明。啊！因群众为着要啊，纪念因是大人的善心，所以啊，注意统一环球一家人方的股票，拢捐出来做这个基金会，连续几啊冬啊，伊拢连续伫台湾各角落拢咧发放啊，已经发放20多冬啊，这五六冬来啊，咱这个北门地区啊，加将军委任我咧发放，所以啊。啊！我甲阿咧甲发浪，伊嘛对阿做有信心。啊，我是讲安尼发浪会当哦，这个生活较困苦的人啊，这个在这个政府有立案的啊，而这个咱的乡亲会当得到无限的温馨啊，会当过得好年。所以啊，啊，伊才办这个冬令救济啊，今年哦，咱发浪三百三十几万，啊，搁平安礼啊，学生啊，营养午餐。我一冬我那发弄三届，啊，这属于讲啊，就10多年前，我嘛搁发弄啊4000几包，是迄4000几包，一包拢2公斤，啊，好这学校营养午餐，幼稚园、国中、甲国小啊，都去啊，甲国中以外村的我拢有发弄，所以啊啊，我的校董事长也善心啊，特地我带后边甲跟随来替伊做。啊！一个另外一个冬令救济，冬令救一个冬令救济救急的急难救助，急难救助是救急无救病哦。啊，但是生活有困难，啊，经过咱的理调证明，啊，是这病医无钱能拿，啊，来经过病医的证明，我拢会甲办，来我服务处，来我校长在服务处，我拢会甲办，我服务处啊，诶，我的成员，大家总是心的。啊，这就是阮应该爱做的，为了地方做民意代表，就是来争取福利，当然哦，咱的百姓争取建设为民服务的宗旨。